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夏之光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到长沙了，已经坐到车子上了。这次来长沙呢是来旅行。如大家所见，我现在在高速上，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去做核酸。最近疫情真的是非常严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要戴口罩，要勤洗手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能不出市就不出市。对，给自己一份安全，给大家少一份烦恼。对，然后今天做完核酸之后，不知道会不会去吃饭。如果吃饭的话，给大家拍一拍长沙的美食；如果不吃饭的话，就 see you，咱们就明天化妆跟大家见面。OK。标准糖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的喝一杯标准糖的热量吧。那我就不加奶油了，正常一点吧。撒了。撒了。喝完就跳支舞，卷死你们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我是想让你多吃一点，我也想多吃，所以再练一会儿，不急啊，再多练几分钟。换一个。不行，你这个没法练。Hello， 这里是夏之光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在高铁上，然后旁边坐的是我的所有的弟弟，他正在吃他的早餐，然后我也刚吃完我的早餐。然后这次呢来长沙，说实话，没有吃，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之前呢来的时候都吃了好多好吃。但是呢，录节目还是很开心的。这一次，我的经纪人都已经分丢了，他都已经不在了。现在是我自己个人。请确认滑梯手柄位置。人生无常，大厂包小厂嘛，所以就下次就可能更加顺利。